你们的热情我已经收到了，但是希望大家还是不要乱花钱买大家现在急需的产品，好不好？辛苦大家。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到的是自然堂的，就是在618的口袋包，就是我们清洁姐妹护肤品等着我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大促的时候来买就可以了啊，给消费快乐购物。我们只要今天买到我们最近日常可以稍微就是急需的一些，我们这还算好的。对，崔特特他们还有坦克突突。什么？大家一定要进来在我们直播间看最后十一点，李佳琦跟我还不在这个位置上。看一下我们模特，他们帮大家搭配了一下上早的效果，来，